魔剣獣参照。ゾウキーパーツゾウキー地で感覚珍倍。就是本座斩经的灵气库太弱了，你记得啊，前后我也是苏亚门已经要毁坏你表姐就哭苏莫再有个地我又被亲救世苏间毫无状况虾米龙一地啦面对妖魔再临六邪魔罗不甘之心唯有胸怀救世参照了难以言足的复杂心情您做出了今日的六邪魔罗准备好收回你了吗幻魔观修罗侠勇无极杠不错以下狼一杠龙息精品手中的剑是精髓双侠心胸的杠是绝对的红军玉邪魔罗大开大合我真我讲也无极力顺破绽玉破魔杠修中七条也为难你那一直是这个机会我必须求助我见了但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之家还我吧还我吧啊你啊多罗不公了魔气甲，你的攻击又有什么作用呢？我魔气甲火心又如何？已经赢不了本座。我不需要怕压力，我只需要拖到魔人抵抗力尽。星侠红盾把红火流我保证今日咱定可安然脱体我靠不留我靠杀剑无剑来哟暗剑是自我红雕不冲龙用迎头敌根
冲入，用命呼呼是更呼呼，吞完剑都重甲神药，西追吞，啊！哦。水中有白虎，犹如三尊为阮送行，送君千里将书一别，还请三尊回禀贵主，后会有期。那也跳入来追军啊？为什么不追呢？是别想受罪，一下步你家边上迄狗个那边追军，会比追枪雕有法技能啊？大伯尊，娘娘，南家路来，我要来走了，有机会再见吧，阿伯。俺就只有苦因独走嘛。敌方无兵，以下对方兵天不敌之久，可能惊失敌力。也是想遣兵沿河搜索，调查敌人的所用。来了，已经离开魏地，命东西所部，可能未及逃出的环境。人民的家，我自己怎样追有罪？自家坚持不衰，健康延迟活久，两方武艺共体顺火活动。两方武艺以弹力兼心猛，点发将要面临瓦解，亡灵将归九泉。从来不能在本座面前接受强攻，万魔宫明灭飞天，炎魔再无绝招，凶悍的破坏力尽量爆轰，要邪魔罗剑宗变身回复千斤刀，转身还击一人拱。丢了吗？你时间不多了，杀你不过一瞬之间，你尽力吧。万灵棍，轮回之境。轮回之境，冲击异象。玉邪魔罗滔天有力，时间瞬息敌患。卡波速去打在回收的刀上，还加着不管回收的记忆。母亲，你果然真心想杀我。把你个挂住，您总是想牺牲我，但现在消息的人又是谁呢？我是尊我高最后的人，不错，只有我一个人。几个杨毅，这次条件绝不放手。父亲，爷爷，小空，
고 你呀, 咱经想救我吗？ 如果你不是孙杨之体， 如果你无法传代魔气教， 这一切 也是会有所不同。 分不清是真是幻， 也是内心深处的渴望。 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悲剧的原因？ 一个念头消肿即逝， 绿色魔炉， 霸王下架。 就是现在。 至妖关头，敬你无极功碑，用红武器飞傲之愿，以阴魔之灵，风扇竟有随即破还。 你，若无你的入灵，一招万鬼孤血断魂风也未存在。实在自己无法改良的招式之下，离开冥墓了。